人还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艺人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很多人等待着。我希望到时候呢，我们让其他的地区的朋友们听到我们高雄就是最嗨的。今天天气算很好，有点热。如果你高雄的朋友，你是谁叫别人听就好。毕竟前面有很多长官要过来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客气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会带来两首时间很快的快歌，要送给大家。然后这两首歌都对我非常有意义，我也希望在这两首歌唱的时候。你可以把你最大的热情拿出来 Only you